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广东一女子发布视频，记录自己和丈夫面对女儿离世的心路历程。近日，广东惠州的一位女子发布了一个视频，记录了自己和丈夫面对女儿离世的心路历程。视频中，女子描述了他们一家人的悲痛和无助。女儿在参加学校的竞技会时突然晕倒，送往医院抢救后无效去世。这个消息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女儿的离世不仅让他们承受了巨大的悲痛，还要想办法为女儿料理后事。而在料理后事的同时，他们还要想着家里还有两个小的，不得不努力去振作。男人一夜白头，短时间内狂瘦了几十斤。女子的叙述让人倍感同情，十多岁的女儿突然离世，对于做父母的人而言绝对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。现在他们希望通过视频向人们展示他们的遭遇和感受，也希望能得到社会的关注和支持。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再次提醒我们，生命是短暂的，且行且珍惜，让我们一起关爱身边的人吧。